拿加八能看吗？你都加九了，全部直播组就我拿加八，这样怎么带领全部的家里兄弟干？不是我不想点啊，是我今天已经尝试了三四把，我身上那把加九人爆了。看看哦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卖武器的，武器有没有卖武器？魔力弓一把剩180，我早买500，操！哇，在抢啊！恶魔之弓99，女武神之弓150，加九的3800。我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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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有什么问题？觉得我不会过是不是？来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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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九五七，诞生！我发现交易所的实在太便宜了，我不小心就做了，应该轻松吧？应该轻松吧？开奖！战力破12000了，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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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舒服，舒服。重返加九荣耀，哇！好险有过啊，没过我就哭出来。好险有过，丁丁拿加十，十跟九是一大差距。别这样吧，你们别这样吧，十跟九是一大差距。我看看，也还好啊，攻击就哇，20-32。不对啊，我看一下加多少，命中率1+4。不对啊，9+10加这么多。敢加这么多，十差很多，哇！我这把可是交易所一把卖3000多哎，我好想把它卖掉哦。加十才是起点，丁丁乖乖都加十了，干！小屁加十全饰品，那是小屁有花钱哦。你们这些人啊，是不是敌猛的啊？看台不订阅那种啊？你们先订阅，我再考虑啊，要不要点这把加十啊？我好不容易点回来，你们想骗我点加十啊？我最近脑波真的有点弱哎，我一直被骗去点装。你要知道我这把爆了，我就没武器嘞。来来来，加九武器上加值，换一首歌，等一下哦，换一首点装之歌。来，我们放我们的蒙哥，放我的蒙哥来了。太太，我要把我们光明灯的蒙哥，这些字典。哇！加十武器，准备诞生，自信开，加！呀！干！我的加九武器！一起上来嘎哥，今晚我需要点真名的，今夜将歌词改写，给一个机会。干，我觉得我被骗。根本多余的泪。要没钱，要没钱，要没钱。跟他说再见，小狼后再去上班，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来嘎哥。今晚我需要点真名的，哦，原来名灯他只会在光明堆。干！这首歌有没有问题啊？祝舞都只跳一。哇！气死我，气死我！加七，加七，加七！加七！光明灯，光明灯，光明灯！来加八，加八，加八！夜晚非常适合大哥，请容我带来这一首。啊光明灯，各位，我们嗨起来！妈，我超不爽，超不爽，干！一下，干妈的傻小啊！直播带上5卷80块，兴奋温度灯光无数，大声欢呼，没有什么比没有5卷的点屁哦！最后的希望，最后的希望。爱嘎啦光，爱啦阿弥，来加七。爱嘎啦光，明灯光明灯，加吧！光明灯光明灯。光明灯、哦，舒服。光明灯，光明灯，来啦，十张直接加十啦。爱阿拉米，开奖！明灯，光明灯。各位，这个夜晚，我们还是要帮光明灯宣传一下。我没有武器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！我没有5卷啦，5卷，850是不是？直接买了，直接买了。我那我太烂的弓，我真的拿不下去。啊、哦，战力我好不容易12000，啊，再补一张好了，爆了就算了，再补一张好了，再补一张好了，爆了就算了，啊，轻松之点啊，随便啦，随便啦，啊，轻松之开啊，哇哦，哇，我的加九又回来了，我的加九又回来了，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好险好险，啊，绕了一个弯啊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宝贝，恶魔之弓啊。
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好险，好险，哦。不是我不点加死啊，是没有五卷啊，点个屁啊，一张五卷都没有啦，点个卵蛋，不要再叫我补五卷啦，没有五卷啦，好不好？没有五卷啦，你们是不是想把我弄死？没有五卷的啦，是不是男人点加死？其实是蛮想点加死的啊，这武器，哎，没有勇气啊，没有勇气，我怕点下去又爆掉，我就爆掉，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有点想点他，我点点看，算了，我想想，我思考一下，很想点啊。我今天已经点了三把加九了，全部爆掉。直播再走加死要有，干连关月都来刺激我，啊，烦哦！恶魔之弓，加死恶魔之弓，自信强化。看，到底会不会挂？好烦哦！我跟你讲，这把爆了，我真的要拿白五。自信开，加。干你老师，我他妈没拿弓，你跟我打操！我他妈的，我不拿弓都操死你！妈的，妈垃圾，不拿弓都操飞你，王八蛋！大家就不要问啦、啊，我他妈不拿弓怎么把人打飞的？我自己也不知道啊。林老师、欸，这个游戏一直让我很问号的一点就是，为什么我不拿弓可以操飞人？到底是为什么？谁跟我说加死很好弄的啊？超难弄的哦！我不知道该怎么玩这游戏。为什么人家都拿加死的，我拿加九的，我要怎么玩？那气死我了！啊，换把弓来拿了，我只想换把弓了，好不好？想换把弓。哦天哪、啊！我拿魔力弓啊，我就废，我就烂。我已经挑战了无数次加死了。全部爆掉，就是关月啦！干妈的要关月赔，鸡巴毛嘞！抖内你再点一把加十，他老是抖这一百五点加十，看我先点加九好不好？先点加九，点够再说。啊，直接开点啦！啊，随便直开！啊，随便强化！加吧，舒服，舒服啦！又站回一万六，我是不是拿加八就好啊？我拿加八就好，好不好？我拿加八就好，你们不要再逼我了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，加八就好，好不好？那我来够够。Oh yeah！ 来，洞内你再点一把十，洞内里面加九，自信值开，哇！重返荣耀，重返荣耀了，好不好？重返荣耀。实况再走加九要有，你们真的讲干话哎、欸！不要再叫我点加死了，我今天点四把加九了，全部都爆掉了。我今天已经点四把加九了、欸，全部都爆掉。你们不要拿我跟那些死欧洲人比好不好？丁丁啊，玩天天黑的要死啊！他妈玩 EOS 干操他妈哦，结果玩 EOS 超黑。你老师不要再刷加死了，你们有种就拿新台币敲我，不然不要在那边刷加死好不好？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我在这边花台币，你们这边唧唧歪歪。我点爆四把加九了，你一把卖两千赚，我四把就八千赚了、欸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一整天辛辛苦苦工作的钱都没了，都化为乌有了。你们是人吗？你们不要再，你们不要逼我，拜托，你们不要逼我，不要再逼我了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会点加死啊！不要不要这样子。关月已经拿新台币敲我了，不是啦，他那个新台币我买一把加零的，差不多。你他妈叫我点加持的，我爆掉，我是不是又再买一把？我是1497钻，我这个还要留着过年用。我现在唯一可能对不起的可能是关月，不过他也是他很陷害我的，所以我们扯平了。对，200钻我点加持好不好？200钻也没有很多吧？200钻很难吗？这边2000，这边1000人，200钻20%而已，好不好？不啰嗦啊，200钻点加持啊！妈，今天的第五把加持，200了，但还是200。今天最后一把、啊，来，魔力弓加9魔力弓。不信这么难，自信这点。啊，看到这个土都很火大、啊，一个魔法阵，然后中间那边闪电，那边电来电去，好像不放触电是不行。片师战在今天的精华就看这段了，自信这点，开加杀，呀，又爆了，我操！
这是不是在诈欺啊？气死我，气死我，气死我，气死我啦！我拿加六就好，我就烂的，我就烂，好不好？我就是废，我就是废，我拿加六就好。可是拿加六好像有点拿不下去，点回一把加九就好了，我太大问题，感觉轻松啊，点个加八好了。哦，轻松，加九轻松点回来。哎，加九，嘿，没加死的直播主只有我，看真的假的？乱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乱来啊！恶魔之钟吗？哦，不然来啊！好，加死是不是？不要说我都不给你们看一些东西，大中午看台，算你们厉害。我也是要相对拿出一些诚意，来，来，我已经爆了五把，今天挑战第六把加九，上加十，第六把，今天第六把，这三天的第六把加九攻，就跟你尬，自信强化。干，我现在讲没有勇气把它打开是什么意思？我竟然，难道我已经说了吗？加十。跟你拼了！自信开！十！我早知道会变这样，好险我还有一把。啊，你老师，为什么这么难啊？人家的加死随便点都有，为什么人家点到啊？啊，为什么人家都有加死？再点一把，点点就过。不是啊，爆掉我就没有攻嘞，操！不要这样子啊，你们！这根本就不会加死吧？这跟经济一样，连点是一样的意思，连点就过了，哪来爆掉没攻拿的问题？不要啦，你们不要这样子啦！我这把爆了，我真的没攻哎、欸！这把爆了，我真的没攻哎、欸！干，我这把本来想说晚上来点的，不然我怕晚上没事做。结果你们现在要我点掉，我晚上真的不知道点什么哎、欸。点加死，晚上拿加死攻套人啊！触电！来触电哦！有没有看到？中间一堆闪电啊！今天如果这把加死再没过，我就把这种烂歌给删掉，操！加死！触电！开！加！魔力转圈圈，甜蜜思念，你的笑容就在眼前。Check it out, check it out, come on, come on, let's fight, come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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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总觉得为什么别人加死都会过、啊，我点了七把嘞，七把加九嘞，全部都爆掉。到底是谁跟我说这把弓很好过？这个游戏是不是有点重？哎，好苦啊！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、啊、喜欢，不喜欢、啊、不喜欢。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？呵呵，啵啵。